近日，亚洲第一男神李敏镐前来新加坡与众多的 OZIM 小天后忠实支持者会面。OZIM 小天后，身为 OZIM 小天后代言人，李敏镐借机与大家分享小天后首创强劲 3D 魔力球，带来深层的按摩享受。신기해요한번해보시면굉장히신기하다고느끼실것같아요이게정확한그이게위치를조절하는게있어요그래서제가키가커서안맞지않을까생각을했었었는데저한테도잘맞더라고요那轻轻一按呢，就可以变成躺椅，甚至按摩椅。我家里的老公啊，小孩经常都抢着用。下班过后，我都会想要在家里用小天后来，按摩我的肩膀跟背部。有小天后在家，等着你，就好像有李敏镐的手在跟你按摩，非常舒服。大家都爱 OZIM 小天后，你也一定会爱上她。OZIM